基础真容和道英在2017年担任人气歌谣主持人，三人在节目中展现了出色的默契和幽默感，深受观众喜爱，也被粉丝们昵称为真知道。最近三人再次聚会的消息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，9月时真容刚刚结束兵役，而基础也替道英宣传新曲。虽然人气歌谣节目的 PD 也在社交媒体上传聚餐动态，写下真知道回来吧，让粉丝们都很期待真知道可以作为特别 MC 合体，而三人现在关系还是很好。真知道在社群上经常互动，基础和真容都曾为道英的新歌宣传，道英也有替基础宣传他的 solo 歌曲，此前也祝贺真容退伍。这些举动不仅展示了三位好友之间的深厚情谊，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在各自领域内的努力和发展。